驾队长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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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小神经哦。然后今天带来一首《我不想洗澡》啊。哦，刚才你就是不想洗澡的那一位。对，我昨天有一个学员写歌写叫做《我不爱洗澡》还是什么？我不想洗澡。对，他不爱洗澡。不爱洗头还是不爱洗澡？不爱洗澡。我也没洗，太困了。你没洗？我以为我起床能洗，但是我起床已经十二点。你说头吗？还是说？好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问。OK。然后夏队长不要我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因为他不喜欢不洗澡的人。啊，是吗？你真的不喜欢洗澡？对。很可爱，但我没办法。所以现在我要表演一下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一对会接受不洗澡的人呢？ I'm just kidding. OK. 我只想睡觉，一睡就到明天的清早，就算再难言你都要跑掉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长大不想耶、yeah! ！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